这可怎么办呀？奥特兄弟们全部加入了黑暗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大家快看，那不是赛罗吗？赶快抓住他，把他献给贝利亚大王，吸收他的光之能量，我们就能获得无限的黑暗能量了。不好，被发现了！你们别追我了呀！你们忘了吗？我们以前也是并肩战斗的好兄弟啊，不就是没人相信光了吗？你们怎么就自暴自弃，加入黑暗了？赛罗，你快加入黑暗吧！以后我们还是好兄弟，你就别挣扎了。不好，我的单车链条都骑断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下芭比拼了，我的腿受伤了，不能走路了，他们肯定很快就能找到我。我不想加入黑暗，我把他们的照片发出来，只要他们感受到大家的爱，他们就一定能恢复光明的。拜托了。